力量在脚下，脚下不能慌。十，力量在脚下，力下，你来回晃，这基本功一点也不扎实啊！来回晃的人，练的都是假的。九，动直。八，七，身体放正了没有？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勒一下，下。右腿的时候，左手抓紧后跟啊，身体放正，收。反面准备，后背拔起来。五，六，走，七，八，上。对了，十，拔起来，再往里勒勒。九，脖子拉长。八，七，右手抓脚后跟啊。六，五，勒勒。四，对了，三，蹬直一下。二，脚尖没绷，漂亮，这是谁啊？小姐姐，那是勒下，有控制的收，有控制的收，放松一下，很好啊。叫什么名字？啊，训练很好啊！来，右腿再来一次，五、六，后背拔起来，七、八，这一次勾脚上啊，往下踩，走上，蹬直，抓脚跟，哎、啊，第一排的很好啊，蹬直了，对了，尾很好，五，很好，吸气，再勒一下，四，你的手不对，抓脚跟，三，用力，二，勒一下，一。收下，收，后腿再来一次，五、六，走，七，后背拔起来，你的手撑住劲儿，起来的时候就要架住了，后腿没重心的，勾脚上去啊，一拍上去，直接180，右手抓左腿上，蹬直，调整一下，快速，右手抓脚跟，十。累累，九，八，来准备，三，二，一，开始，下面数50秒，开始数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好，抓着把杆子踩到底，要贴着地，对，吸，用劲儿贴着地，贴地。贴地，对，贴地，抓住把杆往下贴。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，起来手。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。那解编了没？三十、叫什么？三八、三十。三十。啊？三七、三八。解编。好，收的慢，快速。好，这样。发力，收下，
属于的人上把上，抱头颤。好，这样，今天我们班的过来打卦，王老师班的过来抱头颤，跑过来这边。再撞开，伸直脚尖，四、三，你的脚背再绷一绷，姐姐和妹妹，对，二，再绷绷，叫彤彤是吧？涵涵，小名叫什么？妞妞啊，脚尖绷一下，你的右边脚背，对，十，脚撞开一下，八，胸前撞开，七，六，五，抬头，四，你的手是没力量的，三，好，三个手举起来。后背直立，指尖冲上，二，没重心了，脚尖再绷一下，一，好，躺地，直接躺地，躺地，同学们躺地，横叉打开，躺地，放正，放正，呼气，绷下背，对，膝盖伸直，哎呀，很好，五，四，三，二。一，走并用，好，一拍再打开，别动。六，脚尖膝盖伸直，膝盖脚尖，走打开，脚尖，好，并，收，站起来，停，好，来准备，所有人双手合十，小肩膀准备啊，立正，拔起来，我们先双手上去，长长个子，六，起走，立，双手上去，长长个子，六，起走，立。十、九，好，集中一点，往里面去一点。八、七，好的。六，高。五、四、三，手指尖往上勾一勾。二、一，拎下，放松下，双手合十，甩肩膀啊。好，展开，准备。正常。胸腰打平，沉肩。端肩了，脖子，对，好，右左。
等等，不要踢到你。你我伸直，伸直，离我近点。不是，伸直，伸直，伸直。四五六。哎，你要吐气啊，呼吸。走，离我近点。上。伸直，伸直，五四三二一，走，可以。走，上。哎，重心别往后，没有，气上，放松一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走盘面，走，你绷一下，上，绷下背，对，一直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收一下，好的，收，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头发，这个走上，对，走，很好，凡凡啊，我看到你，气班很认真啊。你们绝对是在下面要练100次，上1000次，上10000次，走，才能在教室里面做特别好的一次，让老师表扬你。中间背，五、四、三，大中间，有进步有没有什么忘了？啊，琪琪很好啊，琪琪也有进步。上，你离我先近点，嗯，休息一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嗯，好的，走，上，五、六、四，把离我近点，上边，嗯，走上，放松一下肩膀，放松肩膀，肩膀放松，肩膀放松，四、伸直，三、二 ，OK， 走，走上，五、四、三、二 ，OK， 走。肩膀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对，好的，进，对，打松一下 ，OK， 走，对，走上，好的，要绷一下擦地上啊，再来一次，后背使力，离我近，近点，上，走，对了，轻一点，放松肩膀，四，吐气，好，左胳膊也放松，哎，三，伸直一下腿，这个腿伸直，二，再伸一下，一，嗯，走。六七上，对，好，两个肩膀放松啊，伸直下面主力腿，主力腿蹬直，下面脚放正没有？四三二一，好，收。我们在搬的时候，下面脚也一定要先放正啊，下面脚放正，嗯，走上，对，放正一下，放正，再点，再点，一四三二一，伸直下，一，好的，走，没有。等会儿，然后先看看下面的正面，对，走上，把下面的外看一下，再放正一下，五、四、三，放松一下，伸直，一、对，好，收，去，来，准备，踢后腿，下，下蹬直。十、九，抓双腿，八、吸双腿胯，六，蹬直，五，不要翘大腿，翘大腿是没伸直，四、三，脚尖，二，走，勒一下，下，收。
下面脚再放松一点啊，准备准备，五六七走。来，准备，过来，离我近点，都近一点。好，准备加手的啊，不用提班。五、六、走，七。五、六、七、踢，走。一，不用抬头，先蹲到腿，再弯到膝盖，吸气，蹬直。反面。你们去后是有控制的，擦地的，然后最后静止一下，不动，十、九、七，别失误啊！八，蹬直，蹬直，七、六，好的，五、四、三，脚尖再往下，二，勒，下，收，反面，转身，这边，右后腿准备啊，拔起来上身，五、六，走，七、八，走。七八九八七，快，梦一六五四三二，吸气，立下，下收，好，下来，你们吸吧，我先上一步，来，你们去前面练出高抱腿，脚去顶着这个脚蹬墙，脚蹬墙，对，别动，你们静点，好，吸吧，左后腿六七一二上。来，双手慢慢爬上去，十、九、八，好的，吸气，慢慢爬，七、对，六、五、四，蹬直，三、二，抓脚脖子，不能抓脚掌。还有就是我们的手指的力量是有限的，我们要用手腕和手臂发力。二，蹬一下，下收。听到没有，同学们，看我，手指力量是有限的，你们要用手腕还有手臂去发力，然后我们在抓的时候呢，抓自己的脚腕，不要抓脚趾，不要抓脚背，抓脚腕，这样的话发力，明白吗？反面准备试一下，六七九一，哎，抓住之后，抓稳之后呢，主力腿就蹬直了，然后两个手去抓自己的脚腕，想发力，好，梗住头，好的，别动啊，然后身体放正四个点。咱们靠控制把自己上去啊，咱们靠的不是运气，是控制。五、四，不要轻易。